现在时间是5:42，我们在用饭店帮我们准备的。为什么粘不去？你盖子没有打开啊？它有覆盖子啊。粘不进去。它有包一个保鲜膜。那怎么包这么平啊？对啊，包得很漂亮哎。这样就好了。好。天快要亮了，我们今天就参加一个当地的 tour， 然后要跑6个地方，所以5:30就起来。听说船要坐很久，可是我们不知道坐多久。然后这边天快要亮了，很美。哦，今天很早就起来，我4:30就起来了，因为我顺便把要做的影片做一做。然后饭店。对，你们的比较好吃，饭店会帮忙准备早餐，如果你先提前跟他讲，然后我点的这份叫做面包餐，有4个面，哎，我这份最好哎，就是我应该吃你们的，对对对对对，这个你这个应该带在身上。我的可以不用吃完，就是给大家分。对啊，然后这个是面包餐，有4个面包。这应该就是从 buffet 拿的那4种，哦、有可颂，然后丹麦，还有反正就是这样。然后饭店很贴心，还有付1瓶水，还有这个果酱应该是我的吧，对不对？面包的。那我吃你，我吃这个好了，好不好？姐姐，你这个给我吃吧。你吃悠悠的，悠悠应该吃不完。悠悠吃不完，好，那我吃悠悠。悠悠，你吃得完吗？那我吃妈咪的。你先吃我的。好，吃不好再吃他的。你们还有薯条哎、欸？怎么了？我吃不完再给你好了。你吃得完吗？你吃得完就自己吃啊，你吃不完再给我就好了，因为我点的是面包。可是你不要等一下吃不完哦。我先吃。你说我如果吃不完，我先吃。那我吃这个。先吃我的。它烤的不错哎、欸。它三明治是每一片，这个是熏鸡的。那个让我做过2次三明治，让我看从何去。那三明治不错哎，有一层熏鸡，然后有一层培根。好甜呀！好甜呀！嗯，好甜呀！我知道，他要接很多人，然后有人吃的。要天亮了，我们来说时一下。然后通常说时，我就会用我身上现有的设备，因为现在录影的是 S10， 最棒就是用 Note 10的，对，也只能这样。Note 10不是这么高哦。Note 10，因为我没有带 GoPro 或其他的东西。所以我就用这个，可能画面要近一点会，我看哦，我就看看缩这一角，看能不能照出来。啊，刚去掉，不好意思哦，一直掉一直掉，这样子应该不会掉。有一个很讨厌，就是那个这点 iPhone 就不会啦，就是 iPhone 的缩时是可以用广角的，哦，可是 Note 10跟 S10 都不行。然后大概就想说抓这个角度，然后我们再吃早餐，刚好背面有3，然后稍微再提高一点，不一定能拍到什么啦，因为用手机而已。开始缩时。
然后就继续吃早餐。记得，哎、欸，姐，等一下记得提醒我要把那个拿走。很好吃哎、欸。车子来了。我们坐那台小小的车啊。哎呦，我觉得你要吃快一点，不要在车上吃，然后用招呼的时候赶快吃。哎呦，你不要这样子，然后他用手拿起啊。然后我要先擦一下，然后用成这样。妈咪，你有带湿纸巾吗？你要洗手吗？有啊，就是应该有厕所吧。你说哪边有厕所？一定有啊 ，lobby 通常都一定有厕所。他有厕所就不用吃姐姐，芭比，怎么了？帮我吃口袋。我不要，你赶快吃啦。芭比，怎么了？人家搞不好这个三明治比大饼还好吃啊！我不知道。你说如果可能？我不知道。你那根薯条好长哦。嗯，这个是什么？我妈养蚊子。嗯，它肚子好大。蟑螂哎，芭比，怎么了？它就可以就防蚊液吗？有啊，这个。你再帮我藏。一定有藏。芭比，再帮我藏。你不要啦。赶快吃掉就好了。对啊，不要再浪费时间了。他们跟我们约5:30，现在已经5:50了。回到就没了，然后打给酒店。对啊。大概走呢？是不是？不是啦，我们的跟。我们的行程是跟学妹定的。芭比，那如果真的像我们讲的，他没来，就让他打给谁？你说什么？我让他打给谁？那么晚了，他应该没起来。嗯？那么晚了，他应该没起来。那么晚？我要不要坐在这边等他？姐姐，你三明治转过来，我看一下。爸爸不是5:30起来，是怕我们来不，就是怕我们。你真的打算？赶快吃啊！吃不饱，我要把你们吃掉。不是啊，坏。因为我怎么刚刚你说的？对啊，你这个还拿上车是超麻烦的。芭比，给你。你剩下吃吧。你不要，你吃饱，你确定有吃饱？你要吃饱哦。那今天我猜，今天我猜中午也是一个小便当了。这样。而且那个便当已经跟你想的不一样。对。不是卤肉饭吗？这个有点像总会三明治哦，还不错。然后这个是我们最常买的防蚊液，很好用。那不一定是我们最常买，因为我们只有买这个都用不完。我们上场买了5瓶，还没用完，在泰国买的。因为你在泰国玩，觉得这个很好用啊。嗯，是啊。天真的亮了。没有来。嗯。我知道了，他还没有来。他们好可怕，还是只蚂蚁。嗯。他们好可怕，还是只蚂蚁。嗯。反正早6点来就好。嗯。
天真的亮了，跟刚才都不一样。码头应该是差不多在那边啦，因为我们昨天从那边坐车过来，这边有点亮亮的，很多船那边，给大家看一下，拉近一点。然后这边是饭店的码头，哦，很美。然后这边应该有一些是私人的船啊什么的，都停在这边。就分享到这边咯，我们要等车了，拜拜。